啊，那现在还是看新闻，一说到这种威风霸气的动物，我想问你两位想到了什么动物？想到什么？哦，想到了，肯定是老虎、狮子啊。无语啦，那是日本大哥吓死人呢。但是啊，今天这两个霸气的动物选手呢，出乎我们的意料，来看看。马儿们，你们是我的午餐了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别惹我。什么？居然敢挑衅我？我可是鳄鱼。都说了我心情不好，还非要惹我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我错了，我别踢我。